阮的长辈的子孙拢沿道啊散，啊今年还袂娶哦，厝内囡仔拢25，大家陪着这种欢喜。是平常的心情啊，咱要来从事这段的五分啊听吼啊，请咱大家看咱的这个正手边吼，这有真侪车台，伊的车型无同款啊，伊的功能都无同款吼啊，这两个车的表面有一个负担，咱有时间咱会当回来参观看卖啊嘞，咱会当了解一下啊，这车辆啊的这个详细吼啊，伊咱的正手边这有真侪房啊。诶，这个车厢是阮在甘蔗机械采收的这个机械车厢吼，啊，伫咱的对手边呢，啊，则有真侪这个黑色的车牌，啊，这就是咧在这个阮甘蔗的制品厂吼，啊，从最后阮爱运送去到高雄，然后来出港，啊，伫这个运输的路途当中，难免会去拄着风雨。咱爱做一个有车出发过来，然后来拿啊，方便好吼。啊，咱搭上车的时阵，坐得正平稳，来到车所有一点啊2266的感觉啦吼。安尼如你六六，起起扩扩，如你六六，这就是咱的火车的换气机啊。哦，坐在电换水道，啊，咱的领主人去开着气机啊，都接受发出来的声音。啊，而咱正这边有一个商家为咱服务啊。啊！两边，公路两边嘛，车车都经过，经过伊就叫，下坡就咱经过，来咱来挥挥手，啊，坐车恁就阮经过，啊嘛好朋友伫遐咧，含咱挨些字哦，啊，车顶的嘛唔放咱过咧吼，哈哈，哦，来，啊，咱的正手边有一间庙叫做金母殿，啊，金母殿伊所佛牌是八极连天上帝，啊，咱就是成语安尼讲，放下屠刀。立地成佛，所讲的人呢，以天天上帝为代表。另外讲呢，上帝也讲啊，世间是一位太子的。啊，而咱的俗语有一句话来讲：太子的东北气气，太钱地过后事，就是讲太子的人职业上。但是咱每一个人，无论从事任何一种行业，只要心存善念，功夫会做好代志。总有一日，咱也当像上帝也讲安尼，得着千秋万岁，受着众人的敬仰哦。来，咱来看咱的正手边头卡顶，这有两条线的铁枝咯。伊咱看迄线呢，有两条铁枝的是要通往嘉义县的布地港。伊咱看近这线呢，有三条铁枝的是要。是要通往每一年元宵节放放啊炮上代热闹的所在咸水。啊，咸水呢，较早伫咱台湾的发展史，伊的排名是安尼排吼，五吉府二六三万三四万丁，第一个台南古城，第二彰化的鹿港，第三台北的万华叫做万甲，第四啊，今日这个咸水较早号做月津港吼。啊，咱过来看，伫咱巷迄线咧，是要通往嘉义县的布地港。啊，我要去布地港放啥物？当然嘛是去遐载海产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海产，咱大家动动脑筋来要看卖啊咧。伊伫海里，咱用目睭看看无，用手捞起摸嘛摸无，啊，用网啊来拍嘛拍袂着。请问这种海产是啥物？袂足巧。无讲就会响吼，啊，较早农村社会经济无介好，啊，咱有在讲吼，红请唔通咸咸请，吼，啊，咱啊红请，人来当请来是当啊是人安尼咸当内多，所以讲啊叫节衣缩食，啊，咱啊食食咧呢，个人想讲汤头好食唔好食，啊，对主人实在作歹势吼，啊，啥物海产会当掺咸请？盐啦，对，正确答案是百分，吼、哦，就是盐。啊，盐呢是在西元1665年，当时有一个叫做陈鼎华先生的人，教咱台湾人安怎发盐。今仔日咱台湾才有盐的存在，吼、哦。讲到红请呢，较早有一句俗语安尼讲：，查甫囡仔若要食好，讲唔忙红请；，查某囡仔若要食好咧，讲唔忙生囝。生囝生老过，讲嫁就香；，生老不过咧。四地方中招，对啦！在较早伊还无发达的时阵，咱的妇女同胞爸爸咱的妈妈，为着要传宗接代，每一个人都辛苦，甚至用着性命在下面拼。
我特别个复杂的个情况，大家都还好个哈。今麦让大家听幸福，啊，我有咧做生意，咱个生意是阿爸的生意。母汗日哈，妈妈上个艰苦的日子哈，啊，咱若咧做生意呢，咱拢会许愿许愿，咱第一愿应该爱许个啥物人？许个咱个妈妈哈，让我妈妈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唔通去为着咱大细汉代志啊，咱咧操心咧操烦哈，啊，若无啥东西白金无许，爸爸妈妈遐尔啊辛苦。生咱、养咱、请咱，今仔日咱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、欢喜的心情啊，来咧做生意呢？所以有人伫咧讲，七月海里惊食在地无时啊，咱过了去做生意来啊，这个区啊叫做柳营哈啊，咱过来看，看咱的正秋情啊，这个攀花中内底吼，攀攀的内底呢，有这一只一只白色的鸟啊，这叫做什么名啊？白灵犀、白鹭鸶、梦鸟，咱看到白灵犀，咱来念白灵犀的童谣，好唔好？好哈，请咱大家大声，做伙来念起来哦，来，白灵犀，吃粪便。吃到九百钱，大一赌，抽到两仙钱，一仙米饼送大姨，一仙摕倒来分过年。哈，咱也念念的呢，咱大家加少年要出六岁呢吼，所以有人伫咧讲，出门在外心情爱放好开，咱心情若放有开，叫咱大家趁钱规大变好唔？好啦，啊，来咱今日看咱的正手边，啊，这有一个黄的很吼，啊，这个黄的大多数啊拢是做饲料用的，啊，今麦下个有一棵收起来，啊，搁种的，啊，这是咱人要食所用的，咱人若要食呢，长行长啊，诶，距离有较远，吼，啊，那个。各方面随咱买啦，所购吼，来咱倒手边。